去照相啦。我们先去找摄影师。本来今天天气应该是，反正要下雨的，天气预报说。然后我们一直在祈祷不要下雨，然后果然今天就是个大晴天，还出太阳了，太开心了。今天学校里面照相的人可多了，因为这些都是要照相的。今天天气那么好，这是我的毕业照，照好了，可以发上来。